那他等一下会自己自我介绍，我就不讲了。好，那大家来台东玩吗？台东玩，来台东玩。如果你们这个礼拜天17号不知道去哪里的话，在我们铁花村这边有一个二手与手作的市集，那会在这个整个场域，从我身后这个蓝色小屋到那边的一个扛棒那边写铁花好店，这整个场域呢都会布满满的摊位，那会有一些二手或者是一些手作的商品。如果大家不知道去哪的话，就来铁花村逛走走逛逛。好了，好，那我们掌声欢迎文月。一二三，好 ，Hello， 大家晚安。晚安。你要回我，晚安。晚安。很好，谢谢。好，我叫文月，然后我现在也在铁花这边打工。嗯，好，今天也会带来三首歌，就分享给你们。那第一首的话是一首老，算老歌吗？算吧，就是那个张惠妹的《我最亲爱的》。啊，就是我刚刚在想我要唱什么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今天突然有哼这首歌，那就唱看看，唱看看这样。好。很想知道你近况，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，经过那段遗憾，请你放心，我变得更加坚强，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爱过你就不怕孤单，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，依然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，让我亲一亲，像过去一现在的我。
一样，关心却能怎说断就断。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，你别来无恙。依兰，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。让我亲一亲，像亲人一样。平常会写歌，只是我今天不会唱我写的歌，矛盾，很矛盾吧。然后我今天要唱的这一首歌是蔡健雅的一首歌，这首歌是她十几年前写的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最近很红，然后我也就听到这首歌，就发现哦，好喜欢，觉得、心动的感觉。这首歌叫《Letting Go》。这是一封离别信，写下我该离开的原因。我在你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太模糊了，你对我常忽冷忽热，我到底是情人还是朋友？爱你是否不该太认真 ？That's why letting go， 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，因为爱你爱到我心痛，但你却不懂我。一切的软弱与太多，但你太疑，你是否爱过我？真的爱过我？真的爱过我？你深呼吸的空。在我生命中曾经是我存在的原因，或许就像他们说，情人只会让人变愚蠢，执着多情的人太天真。 That's why letting go， 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，因为爱你爱到我心痛，但你却不懂我。心痛，但
却不懂我 letting go， 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，让人怀疑你是否爱过我，真的爱过我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最后一首我比较拿手一点，因为我唱很久了。对，这首歌是一个母语歌啊，我是卢凯族，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台湾族，我是卢凯跟阿美，我不是台湾族。好，然后这首歌是摇篮曲，就是小时候长辈会唱给小孩子听的摇篮曲，啊，听的是真的很想睡觉咯，是真的很安静的那一种哦，所以你们听了不要睡着，你们就好好听这首歌。那这首歌我简单讲一下，就在讲说我疼爱的孩子啊，快睡吧快睡吧，你的爸爸很快就回来了，他会带你心爱的螃蟹、鱼跟青蛙回来，你快睡吧你快睡吧，这样就很简单。
结束，谢谢，掌声，谢谢文月，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年轻人啊，我们相信他的未来指日可待。好，那接下来要欢迎我们第三组报名的人，叫做策慧跟都拉，在哪里？哪里？